来，我先把进来，一二，来三四五，来六七，来八九十，我先把咱家这个牌五八五八，哎，这个几啊多？哎，那个姐姐再一份了。恭喜大伯，我家里不可以没两户的。小哥姐，来，小哥，存了八两。就剩三百了，姐姐剩三百，三百五，三百五，好，三百五剩三百五。看到钱我给他抽起来。我把下样来，来那个暖暖师。来，爹爹嘿，三百五，好，好，在旁边三百五，好，哎，阿姨阿姨，离婚不够啦，离婚个七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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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冇做诶，外号一包百零，两包二五样个鸟，一包到你百块钱啦，一百块钱啦，一百块一包一包，来交钱，啊再你拼一个，即我逐礼拜我逐工拢固定咧卖啊，真正有够好吃，无好吃无可能叫阮要搁做落啊，敢去有人个拍钱就无要搁做，我啥物只一包到一百块，咸啦一百块一包一包，做多一包拢有啊，真正好吃啊，真正好吃啦，我后尾啊无好收啊，空个也好摆好，来谢谢干爹啦，来妹妹，啥物日头滴话？我建议哦，要挖你啊！阿姐啊，你食看我这支啊，这支咪这支哦，是这支哦，会错无？一支一斤，一只一斤，这叫阮冷丝啊，这叫阮冷丝啊，你看下冷丝啊，有水无？大支的啊，一尾一斤，一斤我讲七百八百，我一尾准一斤准五百的啊，一斤我买五百来，来你今日冷丝啊，人家注意听好啊，爱食人家要用煎的，要用烘的，要用煮的，拢凊彩你，你若乌白不乌白好食，爱食冷丝啊，人家。芒三千，芒两千，来，千块，一千块，千块。来，东西要什么价？一千块，千块。暖师哦。妹妹，我唔知啊，东西我们就无俗啊。尤其是大尾的，愈大尾一定愈贵，无可能愈大尾愈俗，无可能无迄个代志。这边给我哩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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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给我哩。嗯，来，来这种的。好，我这个这种。好，再来。质量三斤啊。蛋钱啊。三斤哦，芒三千，芒两千，妹妹，我一斤准五百了，再三斤买千五啊。专播二四六哪个人给一千多一千块？一千块！他在干杯一千块，一千多一千块，一千。有兴趣哦？这个开工拍戏也好了，不要紧啦，这个给你啊。笑伊啊！这边等哦，这边等哦。这个给你啊！你头去看我的直播啦，这个物件我卖偌济，卖了有够好，够咸无够卖啊！一人四斤，你搞当个用煎的，你搞当个用烘的。冷食个歹食，咪咩人无可能无咧讲这句话啊！因冷食离回去三套，你无咧讲安尼讲啊？全部六个人客，五斤的冷食啊，一千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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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四斤啊，四斤啊！哪只？四斤，你也不能考虑。哎，等你咧，大鸡错啦！错啊！哈！错啊！五人客，二四。哪只啊？五斤哦，一千块，一千块。哪只？冷食啊！冷食啊！呢？我想要吃一千块，千块。来，东西我想要吃一千块，千块。五斤我想要吃一千块。行。这一斤大呢？这一斤呢？来，加钱。哎，炮工对袂到呢，炮工对袂到呢，炮工配歹吃呢。大哥小心啦，这会。大哥想要吃东西啊，一千块，千块。粉丝啊。上歹三间无一千块东西啊。我想讲吼，今日哦，进前咧卖哦，拢无够卖啊。今日吼，专工炸到第三位，今炸五箱啊！今专工炸五箱啊！好，那个姐啊！真的啦，我之前都在卖不够卖啊，而且我这次卖四支一千哦。我今天特别，因为我带五箱啊，所以我特别给便宜给你们。后边嘛，一千块、一千块东西啊，一千，东西啊，大只、大只，一包一斤啊，你帮我买啊，一包一斤啊，那大尾啊，好，这包只一千块、一千块，拢有啊，来，现在看看，看看这，摆这。啊，这两包箱咩啊？你买买敢好？一千啊！哎，上你就我这东西啊！哎，多少钱？四元呗，一千块。你花几千啊？行，一百就怕了。你要叫我怕死你啊！你要叫我怕死你啊！你看，你看伊那边。来，再养大虾。大虾来。来虾，来虾。大虾。好，不要吃大虾。大虾，吃大大虾。吃大大虾！啊，大大虾！来，大只虾也无啊！来，放起啊，赶紧啊，虾做一个啊！来，捌买过我虾啊，抓手！捌买过抓手者？这边，这边，这。捌搁想啊，妹妹，一只起价无差无少，我来讲一下，即马大只愈大只愈贵啊，我无爱抓，啥我只要要炸明虾，要炸愈来愈好，妹妹，一直起啊！你若要买这個，我不如叫你买这啊，真正我无安怎啊！来啊，难赚虾啦！
我好钱才要五百，我好钱才要五百，来，安全车。大车大尾啊！我这边介绍了，我已经卖到侪啊。美美走。我加今年加伫遮啦，加伫近半，近半。加在外口小卖这个牌子上了500-600，来要行人家注意听哦。卖7800，我花一块介绍，我已经卖两箱啊，春节无啊，做这些也没有。全部人家听哦，你只要卖上去，啊，这你第一届来对吧？听哦，我固定摆是伫遮，你只要等于扫落、插落，一只卖顶。弄卡呼呼做你看回来，这个猫600，花你500，花你400，是歹听，花你3500拍照，一人一斤半，300元，300元，来300元，300元，来拜包姐，好，大姐，三百二啊，来往后来，好，再来干姐，你要跟他比，3、4，还有个龙江高伟啊，我也忘记，5盒，来5盒是，阿姐要两块。哎，咋呗？阿姐，来这个五盒的，先去，五盒先去。来，来，五盒，请我兄弟们。好，来，请我兄弟们。我找你五百，请我嘛。2000，来找。来，我借两块的。借两块的。来，哎，给200我做。还剩5、6、7，这三盒。来，好，来，三盒。那我后面还有300不？好，还剩1盒没了。我在北京无啊，完售啊。过不了海北哦，大车没有了，最后4盒没有了。过不了无三百拢有啊，这个饼啊，现在刚在来。来，过者要转，我来讲者，恁注意听哦。最后一箱没有了。最后一箱没有了，来，点点菜。300一道。啊，过尾点帅鱼啊。哦，300要蛋姐，来帅鱼哦。无鲈鱼卖完啦。加猪肉，还无同款。最后一箱哦。最后一箱卖完了，哦，最后一箱卖完了。来，给你看一下。我会知啊，妹妹。普通时啊，我若叫你买这個，我唔对。真的我唔对。买碗面，你唔食较好，你要叫我食啥？我今仔早无开心哦，我早两箱起来试卖尔，恁注意听好哦。你只要有咧食好的人，拢知影这个物件，你看一下，给你看一下。来自大海的严选名虾，问你有啥？明虾啦，明虾无俗啦吼，明虾无俗，大家拢知啊吼。我今仔在餐厅食一只，歹者，卖讲200，我一百准100了，我一百准100只，才7尾，快700。来，你今仔要明虾，我加一个小小的要求，你等于卖搞用啥？卖搞用沙的哦，你不要用穿烫的哦，你搞等于用盐烤的。你搞等于用盐烤的。现场已经有客人点了，等一下有在，我再帮你留。来，你今仔要明虾，人家歹者，全部收。啊，有人。要请人家，猫叫你开3000。开2000来，5000块，哎，这车明虾无，先挂钱工。妹妹，我这边就100，加7尾买700。餐厅的介绍来，7尾五厘啊，来7尾五厘啊。哦。全包，4个客人14尾哦。几尾？明虾没话，这该多省。全包，4个客人5个人给。1000块，1000块，来一百个我。挣不到。大明虾哦。有啊嘛哦，确定拢有。好 ，OK。听清楚，今天试卖给你们40，不要给我计价格。我两个划清，拍摄后个月，别讲后个月，我后礼拜开始就是给这个介绍。全部的人，恁家只要有良相的，给阮一届机会，吃看卖什么好的名车。听好啊，试看，我请恁当试吃，只要一只无好吃，剩那两个，我就是安尼卖1000，这样子卖你1000块。笑你啊！太丑了。这个我请恁试吃。只要这个价的卖呼呼啦，所以两个卖价，后礼拜是提价，我直接等你，我原价提你，欢迎你，上好哩。笑。一尾卖你偌济？几十块，你莫搁想啊！全部5个人客，上好。1000块。明虾1000块，成功。明虾，来自大海的严选明虾1000块，成功。大明虾喽！你莫搁想啊！这明虾一食卖你几十块，你搁咧想？我好吃，食拢1200块，1000块，成功。上尾两个人给1000块，上尾两个人给1000块，1000块。后尾明虾无1000块，食较好诶，我食较好诶无，明虾1000块，成功。明虾1000块，成功。拢有啊，大一口啊，大一口保养我啊，大口一口啊。后来下要来点啥物？羊肉卤、牛肉卤啊。明虾一份，进来要留一份啊，进来要留一份，进来要留一份啊。这个他留一半，留一半哦，很多呢。没有了，这里的一半啊。我今天下面还有。我在下面还有，你就要来啊，你就要来，我现在我可以给他，因为我今天真的带很多。OK。
不用拿，那要这样啊。肉酱啊，然后知道，知道。肉酱蒜鱼啊。来，请看看蒜鱼来有没有？太老，来蒜鱼，来蒜鱼，来蒜鱼，这边进来，来。来，你隔壁帅人，给注意听啦哦，拍摄，我帅是准准办的啦。天气给佛跳墙，好啦。来，一下你。天气给佛跳墙，够咸鱼哦。是金贝啊，这个名啊，你金贝啊，好不容易追加过来的，一百箱而已哦。我今分了两箱，拍摄一百箱无啊。八百个。不是八百个，就是我顶个卖，大个顶个卖一包。欠袂欠了久啊，工厂做袂全包啊，来。鱼翅鸡来，你今日食鱼翅鸡，人家注意听啦哦。超好吃，超多料。超好吃，保证好吃。你甲我放一个物件，佮如何食，佮乌醋，果真好食，佮甲放一个盐水，佮保证好食。我好一百袂偌条，你去问看卖啊。果真你敢咧看看了，啊咧看看了，保证有料。我好一百上卖35以上，要食人家听好，变35，300都等下哦。上两包，你甲我用好少。无聊，挂转来，将两包哦，300到300。来，我加起来啦。300到300块，300包哦，保证好吃啊！300到300块，三包300。三包。一次给我先，我加300。两包是两包哦。300包。两分。啊，来加两分。一包只只欠袂，欠唔够久啊！无好食人，不可能买成本啦。来，我加个几分。300到300块，三包三包。我加个几分。三包，我先要加300块，三包三包。一次给我先要加，保证好吃，你甲看咧了。够是了啊！够什么价？两包的哦，300咯。哎，300块呀！收嘛，那就收你啊。啊，收这个。来，妹妹。大哥。哎，大你捌买过啦？大你捌买过嘛？买两分，你是捌买过。注意听啦。我炸出好几片气去啊！但是我讲哦，卖特啊，你讲特我买阿伯顶贵啊，来。